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mmy。 不知道大家健心已经完成第一周目了吗？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解第二周目的新增细节，不仅可以拥有更多设计美美的衣服，还有更多不同的技能给予玩家们使用，以及也会跟大家讲解最终的第三个隐藏结局要怎么触发，以及剧情如何呢？不过说到了美美的套装，不知道大家最喜欢让衣服老婆穿着哪一套呢？毕竟剑心拥有着兔女郎、海上女仆、中式风格的旗袍以及水手服多种套装，那你可以随时随地更换老婆的衣服，满足玩家们的喜好。什么？你说这样子还不能满足你吗？那这边就要推荐给你红犀牛的 Plan B 系列精品，天天出货，让你每天晚上不再感到孤单。平时常常使用的强悍右手，是否仍然觉得不够刺激呢？这时只要使用红犀牛的产品，就可以让你所有的体验更加升华。不管是喜欢运动型的甜美，还是充满美好幻想的桥本有菜，都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的哦。首先第一号，出白之星桥本有菜，超有诚意的包装，并且触摸手感乖乖的，肉感十足，完全就是老婆在身边啊。而且只要购买这款商品，就可以获得超级精美的水晶签名卡装，你甚至可以摆在办公室随时观看，抚慰你上班疲惫的心灵，多有诚意的商品啊。第二号，排球少女可爱不美，是个 150mm 的小芝麻，让你体验到满满的包覆感，可以一手掌握的甜蜜美好，达到世外桃源般的极乐世界。最后想要更加刺激的话，可以再搭配使用润滑的热感火星，拥有37度的仿真体温，让你加倍感受到热情如火的舒适感。心动了吗？赶紧点下方链接，就可以拥有我的现折300元优惠码，并且全站免运，隐秘包装可以寄到家里及办公室，都让你无所畏惧，不会接收到不可言喻的神秘笑容哦。而且每笔订单拥有 5% 的回馈金，各位可以大力购买下去了啦。先不要走，还有好看消息要跟大家讲，只要分享这支影片，并且在下方留言我要与老婆贴贴，就有机会可以抽到出白之星桥本有菜可爱的排球不美及热感火星搭配清洁必备的慕斯，共有三个名额等你来抽，趁着这波夏天好好的慰劳自己吧。由于是讲解第二周目，所以会有些许剧透的地方，建议大家可以自行斟酌观看哟。在完成第一周目后，不管你选择哪一个结局，开场画面都会变成不同的样子，从原本简单的天空俯像图变成美美的衣服老婆。虽然都是衣服，不过如果你选择不与亚达姆结合的话，衣服是穿着原本的刑警空降服，可是如果你选择是与亚达姆结合的话，穿着的衣服就会变成最终结合的样子。另外不管你是选择哪一个结局，难度都会新增困难的选项，让玩家可以更拥有挑战性。还有就是开启第二周目，我们就可以同时拥有雷文身上穿着的衣服，不过我觉得后面的造型能有说不上的破坏美感的感觉呢。我们在第一周目获得衣服的地方，如果于第二周目再过去的话，衣服就会进行改变，让你拥有不同的感觉。又以热情如火为例，原本是红色的上衣，在过去获得衣服的时候，名称就会改变成碧绿热情，并且上衣的颜色也会变成为绿色的哟。只能说完全就是体验另一种变装游戏呢。第一周目来到废料处理厂时，玩家可以开通戴眼镜的衣服老婆。然而第二周目来到这边的时候，又会拥有新的功能，也就是可以将其他的材料卖掉来换取底特币，只要拥有底特币就可以购买更多不同的眼镜来装饰我们的衣服老婆咯。并且在第二周目也会开启更多不同的技能给予玩家们使用，让玩家打击怪物的时候可以拥有更多不同的体验。说真的，因为技能的开通，总觉得在玩第二周目的时候打击感更强烈呢，使用招式的帅气程度也是表现满满，我个人相当推荐大家必玩剑心的二周目。在无人机模组也拥有不同的技能，拥有更多的辅助功能，在一旁协助玩家进行通关。如果在第一周目就已经获得外籍装，在第二周目可以到相同的地方进行获得，
而且在第一周目获得的外肌砖，在第二周目又获得的话，效果会比第一周目来得更好。就像是原本是加 10% 的攻击，会变成加 15%。 最后的隐藏结局是，当百合跟玩家告知想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就会跳出选项，其中一个就是去爱多城9号。如果想要观看隐藏结局的话，玩家就不能选择去爱多城。紧接着到后面的困难二选一的时候，玩家选择与亚达姆进行结合而牵手的话，在与天命号进行对决时，当我们打到低于三分之一血量的时候，就会触发不同的剧情。没有错，我们可爱的百合就会阵亡。然而当我们打到最后结束时，就不会出现其他的画面，只会出现一句话，就是他的旅程还没结束。之后最完整的真结局就会有不同的画面，我们一样选择与亚达姆进行结合。可是当玩家与天命号战斗时，后续触发的剧情就会与隐藏结局有差别。There's a hacking code on Ibris's memory stick.百合不仅可以逃脱出来，在最后结束时也不再只是一句话带过而已，而是会有不同的剧情。并且最后一句话会由他的旅程还没结束变成他们的旅程能再继续。最后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个结局呢？或者是自己第一次破关的结局又是怎样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进行分享哟。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如果你喜欢观看游戏攻略，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最新发布的影片内容哦。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Your pain, but I can see it etched on your face. I know the feeling, swear you're okay.